开着警示器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先挂。兄弟，你还掉帧吗？掉帧，你那个手机大点声吗？我苹果的，声音大不了。说实话，你那半夜掉啥都没听清，我就听着。不是华为吗？特别是华为吗？你们这么爱国？真六。Always，就是关闭它的警示灯。哎呀，你跟老外说那玩意儿干啥呀？老外他妈的白费，费他一个，你跟他咋跟他交流都白费。我他妈要干翻他，准备。这臭黑他妈的一直开着闪光灯，这警示灯我受不了。